梅姨，吃饭了。什么梅呢？梅呢？梅姨，你多少得吃点饭啊，要么浩年醒过来看见你这个样子，他会更难受的。错，我常浩夫，你还好意思来？你给我滚！你想干嘛啊？你是不是想打人？来，别我一句打，我让你打，我让你打！昊天，昊天，对不起啊，昊天，我有罪，我真的不知道昊天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不是我撞的，不关我事。昊天，你们看这个。蔡文静写的，他可以证明不是我。陈浩夫，你要不要脸？你这个时候还逼蔡文静写这个东西？你是人吗？你就是个畜生！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怎么那么爱管我们陈家的事儿啊？哎，大哥，你姓马是不是？啊，妈，我知道陈浩夫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但您也知道，他胆儿就那么点儿大，什么杀人害人的事儿，他不敢做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妈，对不起，妈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你来医院干什么？我没有来医院啊，就是他和我吵架，我心里烦，所以我出来散散心，只是散散心而已。梅姨，我可以证明，我真的可以证明，陈浩夫没有说谎。我那天我真的很气，我回娘家去了，我跟他吵一架，然后他就孤独啊寂寞，所以他就出去走走了。妈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知道。妈，昊天的手没了，我去把我的手赔给昊天。你，够不够？你，妈，不给他，老公，我手赔给昊天，我不要。妈，你不要逼他了，好不好？我不但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逼他了。小丽，你别劝我啊，不要劝我，把手给昊天。你个笨蛋，蠢猪啊你！你给他也用不了。把手赔给昊天，我说到做到。哎，你住手！浩夫，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怪你，不怪。妈，妈，对不起啊，妈，我是个罪人呐。昊天，昊天啊，黄丽，赶紧带浩夫去包扎一下。妈，快去呀！快去呀！梅姨，你就相信他了？这里边肯定有鬼。就是鬼，我就是个不祥之鬼。昊天，
上天。